How do you feel? Out there? Good. Huh? Feeling good? Yeah. 今天他们终于要上学了。你干啥呀？你要上？哎呀妈呀，那裤子呢？呀，第一天上学。哎呀，都初一了，都初一。嗯。来带自己的书包，这么大的书包，长长。老大就喜欢穿那个安踏的运动鞋，这别的牌子他都不穿，他就喜欢这个。嗯，怎么从这儿的？从这儿的了。妈咪睡觉。去，上车。蹦蹦蹦蹦，贝贝。现在拜拜，他妈的拜拜。吐的。How do you feel? Out there? Good. Huh? Feeling good? Yeah. 뭐라긴장돼아괜찮지응보자어떤친구랑같은반인지응형은나랑같이놀은거야아니형은이너랑안놀아왜哥哥哥哥不跟你玩了现在对今天是个好日子，开学了，老大老二老三全去上学了。但是老大老二呢，因为今天第一天开学，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似的啊，第一天开学要放半天假，然后今天要中午就回来了。哎呀，还得给他做一顿饭。这两个月真的是除了出去旅游以外，在外边吃，正常都在家里吃，没有怎么出去吃过。哎呀，今天开学，然后我让阿姨去买点肉馅儿，然后包包子啥的。早晨起来起得早啊，因为他们7点多就要走了。就你看，热点包子，然后饺子家里都包了好多了。中午的话，正好有鸡翅，来做个可乐鸡翅。收拾冰箱，婆婆每次啊，不知道从哪里拿的，可能是别人给她的，老多辣椒了，然后放在那个菜那个盒里边都烂了，我都扔了好多了。我家阿姨有的时候也是，她。别人不吃，他也不吃饭嘛，他就是一个豆腐乳，然后拌个大米饭，就把一顿饭给解决了。然后基本上他都不怎么吃菜的，辣椒他也不动弹。一会儿看看能挑出来给他切成段儿吧。전국내가저기정리하고냉장고에얼어둔거먹었어아니아니아두지말라고아니아침에저기쪄서둔거아그러니까많아서저기잘라서저기냉동실에넣어야지얼굴은못있어别洗了就不吃的话就别往回拿因为没人吃正好早晨说没啥吃的，让阿姨去买了点肉馅儿。我儿子最爱吃这包子呀、饺子啥的。这那个也是有个阿姨给了的包子，可爱吃了。要让阿姨买点白菜，给他包点白菜馅包子啥的。这样早晨起来直接一热，喝点粥完事儿了。阿姨挖到宝了，说这个超市的肉也便宜，这一盒牛肉它少吗？这不是，它少，这就便宜了。这个10000韩币，这60块钱，这个5030块钱，这肉馅儿，还是猪肉便宜啊？他们应该12点多到家，然后我这鸡翅我就把火先关了，一会儿让阿姨给弄一下。阿姨这边做那个肉馅的油，搁那个洋葱、大葱啥的，一炸可香了。我们现在要出门，阿姨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把那个汁儿给收下就行了啊，把那虾给煮了，走了啊。都给他们整好了，放学回来吃完了，上午各班就行了。
这样我也不惦记了出去工作。今天要去染发剂的工厂，正好顺便见一下公公。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公公了，然后直播的时候粉丝还问你公公哪去了，快见公公，我都想你公公了。正好来仓库，没有益生菌了，拿一包回去。看我婆婆这店里，全是衣服，好久没来了。见公公了，你看我公公把这个大串带上来，上次去那个上海的时候，艾斯路老板给的。那个菜干漂亮呢？啊，漂亮死！给他说好像很亮的，太大了。说太大了，但公公好喜欢，把眼小摘掉了。哈哈，公公老喜欢。公公说，国内哪有这么卖这个的？他要拿回来卖。公公说这样闻，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艾斯老板给我讲了呢。然后他说这个对身体也很好，给我爸一个，给我公公一个。好久没有见公公了，公公说这样忙啥呢？天天我说来回飞呀。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去吃个饭，吃完饭之后要去工作。